依家刷牙洗面，起身之后出去行下食嘢，之后食完嘢都系行下，之后翻嚟攞酒店，唔系攞行李，因为我哋费事推住个行李，我哋个行李寄存喺酒店先。佢呢 check out 佢话至到一点钟，咁但系我哋依家8:54梳洗完，可能9:30出去，之后可能直接攞埋行李摆喺下面。但系间房唔退俾佢住好冇咧？啊退咯！我系因为我哋谂住2:00先翻嚟攞行李，之后我哋去罗湖商业城，又去芳芳指甲嗰度整指甲，还掂顺便翻嚟都系时候要整指甲。之后整完指甲就翻香港啦。佢仲有个椰青咧，琴日就系饮咗啲椰青水，啲椰青水系超甜，佢话超甜。琴日佢食咗3椰青。大家睇翻琴日嗰集，首先饮咗一个16唔冻嘅冇味嘅椰青，之后去咗嗰个食椰青奶冻嗰个好好味，嗰、那个一定要食。之后夜晚切波波嗰个椰子蛋系超级甜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试，支持一下啲小朋友。25系啦，睇佢开椰子蛋。都值回票價。嗰個僆仔啊，個椰子蛋真係不錯。你話大佬天無絕人之路，開椰子都揾到飯食，唔好話坐喺度咩啊？都貴嘅，25啦。佢離貨幾個？咁大佬技巧啊，又練咗好耐，穿咗好多個啦嘛，可能練到。哦，喂，講真，你開椰子蛋都揾到食，啱唔啱啊？即係好似香港我哋個歌手 Boys 嗰個張智恒去學下開呢個椰子蛋，咁可能都可以揾到食，又生咗好多個嗰個咧，成日話離婚嗰個咧，英皇，知唔知啊？唔知。係兩公婆成日做戲。琴日飲唔曬，擺咗落雪櫃，好甜啊！好甜，好新鮮呢、這個。之後飲完之後就食咗啲椰子肉、椰子蛋，係咪好正？你個頭好亂啊！你個頭亂七八糟，依家吹下個頭。好，依家係9:36，我係換曬衫。咁佢呢 check out 至到1:00，咁我哋都係擺埋落去 lobby 嗰度 check out 依家。之後我哋2:00翻嚟攞翻啲行李，之後就去整指甲。好，呢度地鐵站隔離真係超方便。我哋依家去會展中心站，依家我哋呢度福民站，之後我哋就會展中心站，之後行下附近，之後11:30食嗰個蟹面，因為11:30先開。今日嘅造型就係呢、這個，頭先本身唔著呢件灰色跑步衫，但係太性感，所以就轉翻呢個綠。咁樣好出發 check out 先，就咁懟落個桶啫嘛 ，check out 張卡，唔使去前台都 OK。出嚟啱啦咩？開翻門。check out 機前行李時間，好啦，依家兩手揈揈轉咗，去邊啊喂？呢度小朋友。轉咗直行就係福民站 C 啦，福民站 C 睇一下，我哋酒店喺嗰度，酒店喺嗰度，之後行過嚟就係福民站 C。我哋搭一個站就到會展中心，老人家唔使錢，我哋就2。我哋依家喺福民站搭4號線，之後搭1去會展中心。咁就可以去食蟹面嘅地方啦。咁依家9:44，蟹面咧就开11:30嘅。咁咧我哋就去会展中心嗰度周围 hea 下先啦，周围行下，买杯咖啡俾佢先啦。好，我哋过完 Xway 咧就可以去呢啲老人家优惠免费通道，有专人开俾你。系啦，如果你生得后生，就记得攞证件俾人睇。我就去呢度。我嘅深圳通嘟，咁就得噶啦。好，4號線，
四号线搭一个站，一个站就到啦。有冇 lift 啊？呢度冇 lift， 我哋去揾架 lift， 嗰度有一搭嘅。系啦，系啦，四号线，老人家小朋友搭 lift。嗱，我嚟搭四号线啦。呢度一站台，四号线往牛湖，咁样咧一个站就到会展中心噶啦。嗱，呢度好多嘢行噶，系啦。连城新天地啦，卓越中心啦，领展中心城啦，仲有呢个皇庭广场，好多嘢行，睇下你想去边个出口。依家我哋去会展中心站唔使住，我哋可以行下皇庭广场先啦，好嘛？皇庭广场上次行过噶啦，记唔记得啊？我哋食小柴米嗰度咧，都系唔好去嗰度啦。我哋去谂下先，去 A 啊，去咗 A 先啦，好。出咗 A 先啦，我哋去嗱，出去中心呢度 A 出口，行下呢个连城新天地先依家。嗱呢一个连城新天地啦，卓越中心啦，江夏村都喺呢度嘅，咁呢度行就得噶啦。Let's go， 依家去 D 区买杯咖啡俾佢先。嗱呢度咧好多嘢食，但系咧我又想带佢食蟹面啊。定系食其他嘢咧？突然间可能会转变方向，蟹面可能要行，佢又未必想。到时睇下点先。嗱，一出到嚟啦，哇 ，Family Mart 都有，犀利。唔系美宜街喎，Family Mart 呢度就系 food court 咁样，好多食店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十点啊，好多都未开啊。吉野街一定唔会食啦，喺香港都有啊，食啲香港冇嘅嘢。不过我都会谂住带去食个蟹面，特别啲咯个蟹面。依家再揾点去，依家周围逛下先啦。依家佢冇印良品都有坚宁楼啊，流流地好似有 Starbucks 啦，味千拉面啦。哇，好耐冇见喎，香港系咪执晒啊？味千拉面、大骨熬汤五十年，味千拉面。谭叔公土窑烧鸡 ，Well， 土窑烧鸡呢系隔夜卖剩嗰啲，晨早隔夜卖剩嗰啲卖埋去先可能。阿婆牛杂好唔好食噶？喂，你哋留言咯，我未食过，好食我下次试。好咧，行香烧腊饭，吉祥云吞。瑞幸依家要揾瑞幸咖啡俾我啊嘛，酱香咖啡，酱香咖啡喺 D 区 D， 我系继续去行前面就系啦，去到睇下冇位坐俾佢坐下啦。商场喎、啊，佢都唔系好想行街咁啊嘛，我同佢讲话今日做头疗同埋 facial， 佢又话诶，琴日做咗唔做，之后依家叫佢行，佢又唔想行。咁唔通净系斋坐喺酒店咩？有好多兰州牛肉拉面啦、啊，螺蛳粉啦、啊，系啊，开紧门啦，螺蛳粉啦、啊，肥猫，肥猫，响边啊，肥猫，酱香咖啡仲未揾到嘅，仲未有，仲未发现到，继续行。我阿妈最尾嗰个字系个远字，佢依家就觉得好有亲切感，走入去问人哋，真系问人哋，佢又唔系帮衬，真系混吉，真啊笑死我啦！真系俾佢，真系问人哋个字点读啊！玩依玩，榴莲姐姐。不过榴莲我真系食新鲜榴莲嘅，嗰啲制品除非系雪糕嗰啲，真系好多榴莲料嗰啲就 OK 咯。呢啲一包包咁样，榴莲点卖啊？你哋猫山98蚊斤，嚟到咧真系好多嘢食，但系胃咧就得一个，见到好多嘢都好想食。但系食得几多嘢咧？即系要嚟100次都未食得晒。蟹面啦，依家带佢食蟹面啦。依家仲搵紧咖啡，仲未行到有咖啡，行咗10分钟。
真三鮮。你有咩介紹啊？你可以留言介紹一下，等我下次嚟法國試一下係咪真係好味，之後介紹俾觀眾。因為咧有觀眾之前有個靚女留言咧，阿 wing 咧，佢就留言咧就帶我去食天怡興嗰個餃子，食完真係幾好食。所以咧，你不妨可以介紹我有啲咩地方啊，有啲咩食肆係好正嘅，唔好整蠱我嚇。OK， 好好味啊，先好介紹我去。OK。而家買杯咖啡，咖啡咖啡在哪裡？嗱，行到落嚟就係卓越中心啦，喺呢度可以行到過去卓越中心，多啲嘢睇啦。嗱，卓越中心喺呢度，我哋一陣間行。醬香咖啡喺前面嘅，因為佢頭先話喺 D 區啊嘛，我哋繼續喺呢度買咗杯咖啡俾佢先。Domino Pizza 都有喎 ，McDonald。啊！終於找到佢啦，終於找到佢啦！入去坐低，叫佢飲杯咖啡，食啲嘢先。連續三日早餐都飲醬香咖啡，我阿媽坐喺度瞓緊。呢個嚟，又係呢個醬香咖啡。三日我哋飲咗呢個已經，你會掛住十幾蚊啫嘛？點解我哋上次喺我哋上次買好似咁貴嘅，30幾蚊嘅，上次喺金坑嗰度第一杯，第一杯都要31.7，呢一杯要10幾蚊。我飲呢個椰香咖啡，咁咧我就飲唔得多，我飲兩啖，佢就倒曬啲水，之後栽咗啲俾佢一間飲，我就係過癮下。呢個包好食。試下呢個小甜的山椰 latte， 好飲呢個都好飲。OK 喎呢個，山椰 latte 又好飲，醬香 latte 又都好飲，真係犀利。我覺得佢呢啲好飲過 Starbucks 唔知點解呢一間。嗱，我哋咧頭先喺嗰邊啦。會展中心站行咗商場，行咗10多分鐘之後就已經去咗瑞幸咖啡啦。我媽咪坐咗喺入面唞下，佢話咁之後咧，呢一度咧就係江下站。如果係咧，你可以喺江下站，你想飲呢個咖啡，你喺江下站咩出口咧？我啱再話俾大家聽，一江下站呢度就係瑞幸咖啡啦。嗱，江下站咧，你揾到 B 出口呢一度咧，就係、是。瑞幸咖啡，之後你去卓越中心咧，如果你要去卓越中心江下站咧，就會近啲嘅。OK， 咁我依家去卓越中心行下，我阿媽話坐喺度嘆一陣咖啡先，咁我帶大家去行下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嗱，記得咧，嗰度係江下站啊，江下站 B 瑞幸嗰度，之後咧就嚟翻呢一度就係卓越中心。我頭先會展站咧就遠咗啲咯。就呢個卓越中心，如果你嚟卓越中心就去江下站嚇，江下站 A B B 出口 ，B 出口另一邊啊，唔係去咗另一個 B 出口瑞幸嗰度先係。好啦，入到嚟啦，11點，好多餐廳都未開。佢呢一間咧，我見到佢啲蛋糕幾靚嘅，但係同香港差唔多價錢咯，都係100多蚊個，幾靚啊，真係整得到唔錯。系啦，細個嗰啲20幾、30蚊就 O K 啦。呢啲88蚊三個，呢啲好似好吸引咁。入邊有呢個溪咩啊？芋溪河桃酥啊，即係有冇試食啊？咩嚟噶？呢個咩酥啊？呢啲 ？Well over 啊！哦，佢係買呢啲。宮保雞丁，買呢啲菌菇牛肉鹹嘅呢啲，呢都幾靚喎。棗梨核桃榴蓮餅 ，OK 喎。好。哦，呢、這個麻薯，佢小朋友佢哋都中意食嘅呢個。睇下買唔買啲翻香港先，陣間。平靚正，超鬆化。核桃酥，核桃酥，
卓苑中心咧就係比較大型嘅商場啦，咁咧好多食肆啦，就舒舒服服。但係咧個商場咧都係唔夠冷氣嘅，一入到嚟都係好熱辣辣，即係喺商場入邊都係未入食肆都已經熱辣辣嘅。仙潭石鍋我最愛，不過今日唔食你啦，一陣揾蟹面食，記得好多啊！卓越中心河粉先生，有冇米粉小姐呢？开翻间喺隔篱先，系好多呢啲小食啦，好多呢啲摊位买呢啲口垃圾咁样啦，系啦，呢一度就系西区啦，入去睇下有咩睇啦，好多啊，东南西北咁样，咁之后大家慢慢行啦，我都不能尽录啦。拍不到那麼多給大家了，現在去吃蟹黃麵再跟大家說吧。死火了，行行行真的好像蕩失了路，我問完 DJI 那些東西我蕩失了路，要再找過先。哇，落好大雨啊，出面怎麼走過去呢？啊，走不到過去喎，這麼大雨的。我已經問了很多個人，問了一些員工，問他怎樣去這個蟹三步，那我就現在去接回我媽咪，因為落大雨我又不想去淋雨，之後坐車人家就說不用坐車走到過去幾分鐘就到，但我現在接回他先，因為我費事帶著他之後周圍問人他又不高興。好，接回他先，走吧走吧走吧，開門吧。但如果等停雨呢，一會可能要排隊排很久，我問下佢，睇下佢要睇下上去要行幾多分鐘，可能行兩分鐘，唔使話好濕嘅地方，佢有員工通道可以穿過去。人哋話咁咧，經過咗 Swarovski 啦，你哋就喺商場嗰度繼續直行。直行咧有個員工通道咧，就唔使淋咁多雨或者冇咁多 outdoor 嘅地方行到，可以喺商場穿過去。先，我哋而家去員工通道穿過去先。好大雨啊！不過出面都係走咗入嚟員工通道啊！一出到嚟就揾到啦，咪就係呢間咯，呢度咪就係咯，就喺對面啫嘛，幾易揾。好，開車。加埋。好好好，你過去對面啦，過去對面啦。好，對面。哇！快啲啊！快啲！快啲！好，兩次嚟都係落大雨啊，入去唔使排隊，完全。在對面走過來都濕了，好，嗌嘢食先，沒人，沒人，落雨完全沒人，不用排隊，好，先嗌個身先， OK， 嗌嘢食。上次跟小幫手來又是落大雨，今次又是落大雨，來親這裡吃東西都是落雨的，我都，那他呢，因為你吃蟹呢，是怕比較寒涼，所以他有些薑茶給你，薑茶給你喝。如果呢在會展中心呢就是 A1 出口，這樣 A1 出口就好像我剛才那樣上一層，之後就去客戶服務中心職員通道，之後出到來對面就已經是了。還有記得呢，你用大眾點評點餐，大眾點評點餐呢就有罐汽水送203元人民幣，就有一個飯一個麵，再送你一個那個鴨鴨翼啊，鴨翅，翅膀嘅翅，咁之後再送一罐汽水。咁你咧好評佢哋咧，俾評價咧曬三張相，之後就再送一個24元嘅蟹粉春卷。記得呢啲優惠唔好走開啊！記得唔好蝕底，記得去大眾點評點餐。佢好多選擇嘅嗱，咁呢個可樂就係頭先大眾點評之後就有罐可樂送嘅。203一飯一面可樂雞嗰鴨翅係啦，208係啦，咁樣之後我依家曬圖咧就係、是、有咁多嘢啦，大家睇到美團雙人套餐，我喺大眾點評即係掃呢一個咯，你嚟到掃呢一個之後就可以有咁多嘢食噶啦，208元，影下個環境俾大家睇好冇？上次同小幫手嚟好多人㗎，係啦。
上次好似星期六日嚟嘅，嗱，入到門口啲卡有啲面壁位啦，之後就係咁樣一眼睇曬啦。上次我同小幫手就係坐呢個位，呢個位，我同小幫手，依家同媽咪坐呢個位。好啦，你面定飯啊？好，嗱呢個蟹面，耶，倒曬落去，撈撈撈撈撈，耶，倒曬落。哇！好正啊嘛，几多蟹大佬？呢个208蚊咋？有饭有面，之后捞捞捞捞晒得噶，唔使啊！呢就咁食嘅小菜嚟噶啫。捞匀啊！捞饭。大家咧记得加埋个蟹醋落去咧，就冇咁流咯个面同个饭。咁咧，我哋大众点评点啦，佢就送呢个嘅鸭翼啊，系啦，同埋送个汽水食啦，你食啦，睇下好唔好食，好满足，好唔好食啊？得唔得？梗系好食，佢话见到兜蟹王已经好正耶！ Yeah, 大家记得嚟食啦，带埋妈咪爹哋嚟食啦。试埋个饭，你睇下中意食饭定面啦，捞匀佢先，有少少醋喺度。落雨真系啲生意好差，冇人乜滞。饭定面啊，中意？两样都咁好食 ，OK。你自己中意饭定面啦，面可以得意啲系嘛 ？OK。几多嘢食？有春卷，哇，好丰富嘅午餐。你睇我妈好欣赏呢一餐。好啦，我決定咧，我落去地鐵再由頭影一次俾大家點樣過嚟，真係好方便，同埋唔係好多人知道呢一個通道咁樣過嚟。我決定我當做運動行一次俾大家睇。好，我落翻去地鐵由頭影一次俾大家睇。其實咧，崗下站同埋會展中心站咧都嚟到呢度，都係一個站。咁會展中心咧就係四號線啦，崗下站咧就係十號線，兩個站都係搭一個站嚟到啦。咁都可以嚟到呢個商場，之後就可以去食到蟹面。但係咧，我唔咁複雜啦，我都係由翻頭先話俾大家聽嘅會展中心，之後由頭教大家點樣行過嚟。其實咧，崗下站同埋會展中心站咧都嚟到呢度，都係一個站。咁會展中心咧就係四號線啦。崗下站咧就係十號線，兩個站都係搭一個站嚟到啦，咁都可以嚟到呢個商場，之後就可以去食到蟹面。但係咧，我唔咁複雜啦，我都係由翻頭先話俾大家聽嘅會展中心，之後由頭教大家點樣行過嚟。就係頭先 A 一出口，即係頭先我同媽咪出口嗰度，依家開始影由頭。好啦，依家當你啱嚟到會展中心站 A， 之後你去揾。那個方向七月中心 ，OK， 之後咧就行呢邊 A 出口啊，見到連城新天地，直行，一直行。嗱，一直行啦，見到味千拉麵、譚叔公、吉祥雲吞、恆香燒臘飯，之後就轉左。轉咗就係、是、穿過超市啊，就去到嗰個商場 B 區皇庭中心呢度 ，OK 呢度上翻去個超市，穿過去，記住啊呢度睇清楚皇庭中心中州大廈金田路嗰度，皇庭中心商業歡迎你咁樣。嗱，一直行呢度啦，之後轉咗嚇，一有路就轉咗，一直行。嗱，見到呢個超市呢個牌，就行入去。行入去邊個位轉去商場呢？一陣再影俾大家睇。行到去
呢度就係停車場嗰啲啦 ，bakery 啦，之後呢度轉右就揾個商場，喺呢雪櫃賣菜賣水果嗰個方向，之後就行翻出去個商場。嗱，呢個超市我啱啱行出嚟嘅，之後一出嚟就行上電梯，唔會成個電梯搬啦，當然係咪？係啦，上電梯嗰度係個超市，之後呢個電梯上去，係啦。上電梯之後點咧？轉左，一直去見到你見到有個客戶服務中心啦，係咪？見到有個客戶服務中心之後咧，客戶服務中心後面有個電梯，行去呢啲 shop 之後，你會揾到個行幾步就到職員通道嗰個位噶啦。職員通道 ，OK， 行入去，大家識得嚟啦，係咪？就算落大雨或者好熱咧，都唔會太辛苦啦。OK， 做完嘢啦，收工。希望我付出嘅冇白費。好，匯合翻我媽咪先。好啦，我哋去超市啦，翻酒店。嗱，我計翻數咧，頭先我帶咗大家去蟹山堡，之後開始計時，翻嚟地鐵站咧，翻嚟地鐵站係11分鐘左右啦。11分鐘左右，如果行得慢嘅咧，可能老人家咧就可能13-14分鐘到啦，咁都唔係話好遠，喺室內 indoor 有冷氣咁都 OK 嘅，大家不妨去試食。話完食完之後記得影相同我 share 喺 IG， 或者話翻俾我聽留言正唔正，有冇介紹錯 ？OK， 翻酒店。如果你老人家咧要行免費通道咧，要睇清楚。邊度係免費專用通道，你先至可以好 check 咯。如果唔係入錯咗，要兜翻出嚟，好似我哋啱啱咁樣，又要再 check 噶。嗱，記得啊，揾翻啱嘅方向，我係翻去攞嘢去酒店，就去福田口岸。你有個 apps 咧，其實可以 check 到曬嘅。我影俾大家睇邊個 apps，OK？ 4號線福田口岸方向一個站去翻福民全貴酒店攞嘢。你哋可以上網咧 download 翻。畫面呢一個 Metro Man 係啦，黃色背景 M 一個黑色 M 字嘅，就係 Metro Man M E T R O M A N， 就係可以 check 到邊個站去邊個站，咩線轉幾多，同埋搭幾耐分鐘都可以 check 到嘅。依家係4號線，我哋翻去啦，翻酒店。好 ，C 出口一出轉右就係我哋酒店啦。攞翻行李走人嘅呗，搭地铁唔搭的士啊？佢话要搭地铁，唔紧要咯，好近啫，又唔使行好远。话俾大家听，我阿妈咧着住一对鞋，个夹有两对鞋，我全程得一对鞋，笑死！我哋依家搭10號線去翻双涌街嘅方向，去呢个嘅江下站，之后转1號線。去羅湖，記得啊，老友記優惠免費通道先好入去 check， 入錯咗就要再去個第二度 check。免費通道，跟翻指示去10號線。好啦，嚟到10號線往雙涌街嘅方向，搭一個站去江下，轉1號線去羅湖。落咗车之后搭1號線去罗湖方向，嗱，即系地铁嗰度行都行好远啊！所以如果老人家真系行唔到嘅话，就打车算啦吓，算啦，当做下运动都好。好啦，落到嚟1號線咧，就往罗湖就啱噶啦。另一边1號線咧就去机场东就唔啱嘅。好，去到罗湖咧，罗湖商业城 A 出口，过关都系 A 出口。依家我哋来嚟咗商业城咧，地铁上面嗰层旺咗好多，之前黑黑沉沉乜都冇，依家哇打旺咗啦！依家好，我哋去罗湖商业城啦！依家哇喺个土走出嚟，个观众都睇住佢
大肚出世，喂，好似好似边个？好似家姐，好似家姐。Hello， 你出牙仔啦？你咁多只牙嘅，依家有咁多只牙嘅咩？系咯，每个月见佢一次。啊，睇医啦，咁啦。跟我翻香港。好。跟我翻香港。他成唔成功搞喊到？笑啊，几好笑！我想搞喊佢，但系冇啦。你听到我把声好沉咧，佢有啲惊，我要调高把声讲嘢。好，又去我平时去嗰间大快活附近的芳芳美甲。好，呢边大快活啊嘛，大快活之后咧，隔篱有个电梯，电梯隔篱就是芳芳啦。我平时去开嗰度窗帘铺隔篱，芳芳个妹靓华就又翻咗嚟。几热闹！我又翻咗嚟呢个大家庭。阿青有女朋友未？未。我每集都要问下阿青。未。同阿青，同阿青招亲。要。我妈咪。黄太后，有只黄太后。钻色未知住咩色号？好啦。好了，给大家看我今天做了什么，大家可以 capital 123之后找阿青计照 copy 一样的颜色，看看我妈整了什么色。叮叮，我就整了这样的色。叮叮，现在卢商业城都很多油金汁，很多这些橄榄油金那样的。好啦，我哋又走入去银座美食街 B 区，系啦，睇下食乜，我哋依家都未知食乜。不过头先食咗个蟹面，其实都好饱。我妈咪话我头先话系饱，今晚唔食嘢。饺子呢个几好食喎，啲饺子好似几好食，我想食饺子。我系最终入咗呢一间月饺王试下，睇下有冇食先。嗱，我嗌咗个全家福，系啦。加了$1 low XO 醬，同埋加好似啊唔係嗌咗十二隻全家福之後，加$3定唔知幾多錢，加$5定唔知幾多，加3隻煎餃。總之我依家嗌嗰啲嘢就$56人民幣，嗌咗2份餃子啊嘛。依家整指甲咧，我通常都係揾阿青啦、阿霞啦、高霞、阿秋同埋阿鐘整嘅耶。呢、這個耶。我加了 XO 醬，這個 XO 醬是的，這個就是全家福，即是什麼都有些，是的，什麼餃子都有些，加幾元就有煎餃。這個就是全家福12隻，這裡是的。現在叫了一個油撥，我叫了一個油撥餃子。我媽咪現在試吃，其實你加了辣椒什麼都好吃的了。是吧，好不好吃？好唔好食啊？有粟米 ，OK，Thank you。到我试呢度嘅全家福，我试呢个全家福，好多呢个派咁啲先 ，XO 酱，呢个马蹄，全家福真系咩都有嘢，佢系马蹄鱿鱼肉饼啲味，都几得意，几好食，其实好细嚿，入边啲馅唔多。可以嗌17隻都得，試下個煎餃，呢個應該是韭菜，係嘛？你好，呢、這個都係你哋嘅係咪？係，唔該。呢、這個麻辣煎餃咧，個面頭係唔脆嘅，係好少好少脆，美味餃子贏。呢、这個過癮下都 OK。
嗰啲皮咧煙煙韌韌都好味啊！試下呢個龍蝦，你揾隻龍蝦仔，好辣啊！油撥辣子餃子，嗱，啲豬肉有一隻龍蝦仔。嗱，如果真係要食，可以食鹽西嗰只，個味道幾好。如果食鹽西嗰啲朋友，嗰啲鹽西幾香。咁咧，啱啱食咗一隻龍蝦咧，龍蝦餃子咧，咁佢入邊係好多豬肉咁樣嘅，好多豬肉。咁佢龍蝦咧係呢度，吹得喐，吹得喐嘅個龍蝦。就是这样了，他不是说每一只都有龙成只龙虾的，现在试第二只，他是不是又是吹得动的龙虾的，这只好一点，大过虾，这个都 OK， 吹不吹得动的，难一点的，这个吹。嗯，喂，幾十蚊想點啊？係嘛？好面價。咁咧，佢又唔係話好差嘅。我頭先食咗佢個鹽西啦，同埋食咗佢個粟米都唔差嘅。韭菜同鹽西係最好食。鹽西餃同埋韭菜係最好食。龍蝦我就麻麻地，覺得麻麻地。鹽西同韭菜都 OK。系啦，嗱，你唔好理佢好唔好食，新鲜包嘅 ，OK， 新鲜咯，个皮烟烟韧韧都 OK 嘅，细细只，但系唔买翻香港都好多嘢力啦。好啦 ，OK， 我哋去食呢度，好啦，我哋食完呢个嘅月饺王，依家去食对面嗰间顺德双皮奶姜汁，我同妈咪都中意食姜汁，嗌两碗先。兩碗姜汁雙皮奶，啦啦！因為咧，我同媽咪咧食咗幾次姜汁雙皮奶，今次轉下口味，就食呢個姜汁撞奶，一陣影俾大家睇。嗱，啲姜汁新鮮姜汁新鮮奶撞咗，等一分鐘係嘛？係，等咗年半。唔使焗㗎。唔使焗，天時熱唔使焗㗎。好好好，冬天就焗係嘛？好，咁點計啊？依家影住一分鐘，唔得，要一分鐘啊！兩分鐘啊，依家差唔多。我依家分半鐘咯喎，依家兩分鐘先得啊！我諗佢焗住就一分鐘咯，佢唔焗咧，懶得焗咧就兩分鐘咯。嗱，依家兩分鐘啦，喂，咁點啊？我又唔敢喐佢喎，大佬，一陣又話我喐咗佢擎唔到喎，一兩分半鐘，得啦，擺個匙羹落去，擎咗啦，擎咗啦，哇，擎咗啦，再玩下先，擎咗啦喎，原來，好唔好食？好唔好食？我嗰個仲擎咗喺度啊，玩多次，擎，擎啊已經，好唔好食啊？試下，好味。正啊嘛！都21蚊啫喎，唔算貴啊。呢個要食，姜汁雙皮奶同埋呢個姜汁撞奶都好食啊。翻香嘴，翻。咁咧，我哋就個旅程就完畢啦，3日2夜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我哋下次再去旅行，再影俾大家睇，拜拜。你都同觀眾講拜拜啦。我買了一些牛丸啊，60蚊斤，買了一些牛筋丸和牛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回到家咁點咧？放中院，放完家自律啦，食完嘢找數啦。好，依家預備落去找數。係喎，冇影俾大家睇，我整咗個貓眼啊，黑色底色之後整咗啲紫色咁樣咧，好似隻貓眼啊，真係都靚。指甲、腳甲，
2024/72跑 Bossy 啊，好叻啊，跑咗10K， 10.01 平均速好慢，7.13，但系消耗咗一碗蟹饭558卡路里啦，跑咗1:12，慢过之前，但唔紧要啦，赢咗自己就得啦。之前系1:07跑咗10K， 太焗，又喺度赖。慢啊慢啦、啊，又赖焗又赖成，因为你落雨又话赖落雨，冻又赖冻，热又赖热，做人系咁，做人系咁。好啦，找数完毕，仲有28跑。好啦，听日再见，下集见啦，拜拜。